OK。这是我们的气动刷无味的转移糖化机，然后这个工作台尺寸呢是40×60的。这个是我们的控制面板，这个是时间温度控制器。我们设置温度就是按下 set 显示 5H 的时候，我们是设置温度，这个增加温度减少温度，然后我们把它设置到200度，再按下 set 它显示5的到 F， 我们就设置时间，这是增加时间减少时间，我们把时间设置到25秒，再按一下 set 它就确定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手自动转换开关，当按到 手动挡的时候，我们要按一下这个手启动开关，它才会下压。这个是空档，这个是自动状态，当按到自动的话，只要把工作台板滑到下面，它就会自动下压。我们来测试一下自动的状态。然后这个是电源开关，它就会自动下压，等到时间到了的时候，完成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上升。等一下，我们测试，我们演示一下手启动状态吧。手动状态，时间要到了，它就会自动上升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手自动开关转换到手动状态，再推进。然后现在就要按一下手启动开关，它就会自动下压。这是紧急停止，当你想让它停止工作的时候，按一下紧急停止，它就会自动上升。然后你想让它继续工作，就把紧急停止开关。